考考是个喜欢穿 oversize T 恤和黑裤衩子的老爷们儿，虽然衣服沧桑，但他有一双仿佛未谙世事的明亮的眸子，每次眨眼睛，他的睫毛都会卷起一阵小小的旋风。找了个不太赚钱的工作，租了个非常贵的房子，养了三只明明是宠物却需要当小祖宗供起来的猫，上述任意两条就足以让他每个月穷得叮当响。明天有个通告，还要录个 ID， 记得穿帅气点哦。好的。哦，主任，主任，笨蛋，主任！我看你又欠揍了啊！可是你看咱爸爸就是很笨呢。什么爸爸爸爸，那是你姥爷。哎，这孩子怎么跟他姥爷一样？姥爷长得帅，当然可以随便穿呀。欢迎来到山药考考，下面有请我们的评委入场。嗷嗷，呜呜，喵喵。今天考考是否能打扮出帅气的穿搭呢？我们马上就能见分晓。嗯，这是什么迷惑搭配？嗯，稍微好点了。感觉需要点什么点睛之笔。这样哦。